湖南的太平老街。呢度就係長沙道普方格，晚黑就著曬燈嘅，全票就11蚊，老人就半價。道普方格。
呢度系长沙炖萝卜啊，炖萝卜店嚟噶，又系网红店嚟，浏阳菜馆。爷爷不包菜，炖萝卜，网红店啊。嗰、那个炖萝卜要等一个钟啊，转嚟老长沙咧，长沙菜咧。呢间叫做喜妹桃，长沙卖妈菜。菜花、海带排骨汤，呢个排骨花肉，排骨汤，海带。呢个套餐啊。炒香干豆干，食啊食！有菜就包了，好的。今日等我个乖孙嚟介绍一下边只好食，边只唔好食。嗰啲猪油渣好好味，好肠咪有好多味道，跟住脆皮鸭，跟住嗰啲脆皮鸭系好脆皮噶。哦，系啊。呢只豆干又唔辣。有嚿鑊氣，不過油多咗少少。排骨海帶湯啊，啱啊！要食埋咁多辣嘢，跟住咧呢個菜花豬油渣，個豬油渣又幾好食，又夠味又唔辣，又適合我哋講粵廣東人食啊！呢個排骨花肉，呢個燒鴨28蚊半隻燒鴨，不過呢個燒鴨啊乾咗啲。妹喜妹堂。環境又好，好乾淨。本來去炖萝卜食嘅，太多人排隊啦，就攪搞。上到睇啲環境，呢度環境仲舒服，乾淨氣味，味道又啱我廣東人食。唔錯啊，周圍都辣，就係呢度唔辣。